我国公平竞争制度不断完善，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。公平竞争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的过程中，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当前，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我们要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阶段的转变，对公平竞争的要求更加迫切，要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。我们要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，重点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，坚决制止滥用行政手段和权力，排除和限制竞争行为，促进商品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，为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。